好，来来来，你靠近一点讲，弟弟。哎呦，说明不局限。不是，好来，你说分享。分享的快乐是加倍的快乐。对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不知道。什么不知道？是说要分享什么？分享饼干，分给弟弟。哦，那这个意思是说，如果你一个人吃饼干100分，那你再分享给弟弟叫几百分？200分。哦，那就是你一个人吃饼干，妈妈有妈妈好快乐，那有一点点快乐。那你如果分享给饼干给弟弟吃，妈妈有多少快乐？5个快乐。哦，5个快乐，所以就是好好快乐，对不对？那你会不会分享？会。OK， 好棒。